오늘은 민나의 생일이었는데요. 민나가 좋아하는 마라탕도 먹고 안경집에 가서 안경도 한번 써보고 마지막에는 케이크를 먹으며 하루를 마무리했답니다. 오늘은 마라탕 집에 왔습니다. 중국에서 유학할 때 여자친구 마라탕 엄청 좋아해서 이씨가 마라탕도 엄청 먹고 싶다 해서 왔어요. 我们在中国常常去的麻辣烫的饭馆的名字，我觉得你懂什么的麻辣烫吗？但是期待对吧？已经很想吃对吧？好的，맛있겠다，맛있겠다，对，这个就是期待的表现，맛있겠다。 마라탕이 나왔습니다. 부초. 对, 先吃 蘑菇. 在北京吃的一样的对吧? 好久不见对? 我觉得差不多4年没吃过对? 四年，不是四年，四年没吃了麻辣烫。这个呢，단무지를 굉장히 좋아하는 미리나입니다. 结束了，对。 好吃吗? 超级好吃 好的 吃完 好吃对? 那好 오늘은 안경지 네? 안경지 안경지 안경 안경지 对 试试穿 继续 你先拍 哦，是谁？那在俄罗斯，如果想换眼镜的话，需要多长时间？我完全不知道，我怎么知道？啊，我怎么知道？我不懂，我在。那如果这样，一天来到，然后可以去吗？意思是可以，或者不知道。 好看。那我们之前真的对，在我就他。你在路程是？얼마나 기다려야 되죠? 10分钟。你知道在韩国做眼睛的技术不好，所以很烦。对，我觉得可以想想的是一年的这个物理，可以等2天。对，但是在韩国不一样。 我们一样的，不是一样的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们现在来个鸡腿，吃鸡腿，怎么说？鸡腿，你觉得好吃不好吃？嗯，好像，对。 那西安不行哦，这边豆腐鸡也有，豆腐鸡有，对，在俄罗斯也有这样的菜，对，有了鸡腿牛肉，但是的，不知道俄罗斯传统的鸡腿也有。哈哈哈，好的，但是你最喜欢的是做的对。 但是可能你吃这个以后，肯定就懂了这个。怎么说 ？Chicken， 这个，这个有点辣，所以你小心一点。
这个甜的，这是有两个的，有两个味道，你冷。 감사합니다.